反应还是很快的。拿下黄历，我们直播间加油的全部赢的，只要老爷在，基本上都赢的。嗯，你的黄历部队出门哈、啊。情愿他放网，你再去拿球，这个被动，这个我已经说很多次了，就承认被动，这个不要去冲。女单没打，女单想拿突啊，不想。推后场漂亮，神龙头顶区的进攻，这边直线突击的也好，这球关键分了。这两天输的有点多呀。我操！这边金廷的直线，可以看到金廷反应还是很快的。好球，这波直线下一盘的处理，球放网啊，你听手上假动作往前，这球你的节奏一定要控制好啊，龙哥的节奏一定要控制好啊。金廷可以看到手上的活很细啊，漂亮，这波直线，哎，这你就直线，你看这球陈龙也是很快啊，这边直线，对，金廷这边指定会是杀这个直线，哎，
个不兴奋，而且这个提速啊也不是说是每次啊，应该是昨天跟安东森打的有点太累了啊，打的也不是还是直线进攻放网再推到后场好球是球推了一个后场，今天加速了，哦，通过这球机会漂亮，可以，我感觉今天已经打懵了，今天金廷状态完全不在，整场比赛包括第一局啊都没有看到金廷几波的这个提速啊，也可能是昨天对双龙会啊，双龙会好球，好球，龙哥这球放网机会啊根本都没过，推后场往前，漂亮，